阿弥陀经。各位师兄、善知识，大家好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《佛说阿弥陀经》。啊，经中甲咱开始啊，啊，真济一直甲咱重复，一直重复。啊，前几天咱一位信徒先生，伊讲老师，你呾讲足济重复个工课，讲重复个话，我、啊、这毋是重复。达最无重复，个人一时的心境也无相像，个人一时的智慧无相像，个人一时的环境做有无相像。虽然同款的一句话，但是每个人心情、心灵、心理所体验的绝对无相像啊！咱这信徒先生，哦，老师，我知啊，哦，我才感觉虽然你讲同款。足济话拢会烧灯塔，但是一时我所看到社会现象，甲一时的社，一时社会现象无共款。你讲我听了以后，我予我真大的激发、激化，即真大的鼓励甲提醒啊。所以啊，佛教咱开始啊，咱佛法时期啊，咱众生的慧根较浅。咱的慧根真正浅，草啊靠都起来啊，根啊！啊，所以咱来看这吼，老早咱开始啊，万法时啊，啊众生凡夫慧根真浅，所以定力无够，做罪业多端，才有真济的苦啊！罪业多端，千真万假。好，咱贪未了，了了搞生气了，哇！砰！一玻璃甲一枪嘞，认为家己是英雄，结果手嘞挂断去，是英雄，迄个也是讲是欺骗嘞。咱若英雄者，咱就莫去告，莫去往天；咱若欺骗者，咱就莫哀莫害，莫低头，莫拍个球，这是欺骗。但是咱就慧根相报。慧根相浅，啊，挡袂着人两句话、三句话咧，就气起来，牙刀要相抬，吼、哦，要相拍，牙骨咱要相讲，要相抬，甚至甲爸母之间啊，老爸甲咱讲两句话、三两句话，你就气起来，砰一刀就断落啊，结果那杀起来喊落啊，结果你对一下发脾气咧，小朋友错了，唔对起啊，所以咱大众莫犯。凡夫啊，业力真正重，所以慧根真正浅，了了口背了就起来，背起来，日头晒死翘翘，背了起来打输去啊，未成长，只挨挨杂杂怪啥人呢？怪天怪地怪老爸，拢无理由啊！家己的慧根，虽然咱有当真济伙人，咱过去吼、哦、较少年较冲动。若是各位恁才听着这经的时，哦，这咱家己用着先冷冷静静，合掌拍摄无人。哦，迄当时我对你安怎啊？是嘞，你甲想你朋友伫你面头前，你甲回失你，你要回失啊？拍摄我唔对去吼，迄阵无智慧，我较冲动，啊，请你原谅我。迄只人啊，要跌只。卡电话嘛，甲讲啊，某人哦，过去歹势，什么时阵哦，我对你失礼吼，啊，我感觉真对不住，吼、哦，或者想起来，老来想起来，感觉真见笑，请你原谅我嘿。咱做马紧，这就是上大的消业的方法，这种修行啊啦。咱人在生的时，咱啊也要安尼做的时，咱老来，咱要死的时，心也非常的安详。咱就别安尼做咧，咱死咧，目睭金窟窟，
死了后咧，咱的灵魂爱去个人家跪伫人个门口讲悔失礼呢，唔是死就煞啦，死无煞呢。各位爱知影，咱人伫世间死了七日死后九天，就是伫互咱反省再生一生的代志。死后九天若无够，爱换一百日；一百日若无够，换对年；对年若无够，走入轮回。轮回啊，轮回。啊，对畜生地狱道，啊，妖鬼道得去啊啦！迄阵苦是苦咱家己，今日阵咱嘛无坏，亲戚朋友嘛无坏，所以奉劝大家，咱虽然这个节目在听，老岁仔人较济，我感觉老岁仔人较重要，安尼重要，咱因为是佫食无遐济岁啊，像我佫食嘛无遐济岁啊，我佫食那六十岁就百二岁啊咧，哪有可能？无可能个代志啊！所以咱过去少年发生个代志。啊，经过咱大家意志力无忍耐度的时啊，甲人起冲突咧，过都过去啊。咱用这咧，对头到尾甲想一遍，然后咱甲回失咧。咱若就是破病的人，上好修行，上好修行。咱病里面、天里面层内底，咱咧破病的时，就是伫互咱做反省、做忏悔的时啊。咱若病院伫病院。天的是啊，咱拢干呐一直咧怪医生、怪别人、怪亲戚、怪囝、怪媳妇拢无来看，这错去啊，错去啊！咱若破病伫病院的时，咱爱自己好好去反省，无人甲咱吵，写大人好做咧，好做滴滴滴的是啊，咱定要好好想，咱对少年代志看想，一项一项看想，真正客观无我过去几岁到几岁甲创啥，吼、哦，啥物人有甲我有瓜葛无？若有瓜葛啦，啊，是你也歹势啦，我唔对，你爱去看，看对也、啊、唔对。家己去做一个检讨，家己做判官，咱家己现在就会用去做判官呢，做法官、做判官，判定我过去几岁到几岁、几岁什么时阵发生的什么代志，对他人有所伤害，或者人安怎什么代志，你爱去看，慢慢来想，慢慢来去想，慢慢去反省，去反省，去反省，去忏悔。唱袂煞啊，唔对啊，某某人失礼吼，佛祖做主啊，我当时甲某某人朋友，什么代志失礼，我即唔对啊。然后甲历代祖先啊，祖公啊，哦，我什么时阵甲某某人迄件代志唔对起个，我要讲回失礼。啊，然后啊，某某人啊，啊，张三啊，李四啊，迄段当时歹势饮酒，饮饮的咧，我性地较暴躁，我甲你当刀啊。哦，我安那甲你安那，我回失礼甲你是讲啊，罪过失礼忏悔，请你原谅啊，阿张三啊失礼吼，失礼你一直甲回失礼，你一直甲你深深的回失礼，你就修行啊啦，这就菩提啊。人生想要顺遂，居家风水一定要如。烦恼证明就菩提啊啦。所以咱人伫世间短短几十年中间，咱要过是真困难。但是时间短过嘛，足简单，一天过一天就过。但是咱心理上的痛苦、心理上的烦恼呢，无人知，家己体验上清楚。寒天淋冰，烧啊冷，家己上清楚尔，别人唔知啊。那么安尼是，咱爱享受上大。上大的享受啊！所以各位十方圣弟兄，咱现在传这个法，罗道传这个法，是为了是希望世界的和平，希望咱的大家大众呐，也要做一个反省、忏悔的功夫的时，咱世界都会和平啊！哦，世界和平诶，咱自己咧，咱过着心安，都幸福，家庭都幸福。咱有一天死了后，咱都。无遐烦恼，无颠倒梦想啊嘛！各位是方神的心，啊，咱因缘时机成熟，咱是四月初一，哈，已经买着这土地伫台中市，哈、啊，这个文心南路101号诶，啊，要起一个道场，起一个世界和平原点，世界和平原点一个道场，台中道场，咱伫遐咧。以后的电视台，吼、哦，这个教室，大家念佛的所在，在你基督的大殿堂祈祷世界和平。
大殿堂，祈祷世界和平大殿堂。地点，咱在台中市文心南路102号，欢迎大家啦，会当来共同来念佛。哦，原来呢，咱叫这所在有一个，吼、哦，像啊一个所在做一个学校尔，结果路途开始，咱的所在爱作为世界和平的原点。最近发生遐尼一天灾人祸啦，我相信大家有种感觉出来。路途一自闭，啊，事先伫8月30日叫咱都爱全民念佛，祈求世界和平。结果9月11日呢，吼、哦，你看。美国在纽约，这个人祸，让咱想起心惊胆破。哦，各位若有亲身体验，咱就知影。啊，像九月这个啊十一以后咧，咱台湾这回的水灾，那里台风的水灾，啊嘛淹到全省这样的一个灾人的财产，要真侪人的性命。若是咱若会晓讲啊，祈求世界和平，大家时时啊念佛，甲心胸拍开，全省全国的咱的心，大家拍开啊，无论往后众生凡夫走出，大家有咧心来祈祷，祈求世界和平，共同来念佛的是出乎雅音嘛，出乎雅音，即个大众出乎雅音，出即个叫做用咱的嘴来念佛。八月，咱的30开始，9月30，这回10月30，早起是六点，开始个6点半，咱全民念佛，希望各位6点的时准时拍开电视，咱全民大家来念佛，阿弥陀佛，共同来祈求世界和平，共同来祈祷，咱台湾呢会当天灾永续世界。天灾永续，祈求世界唔通有第三次的世界大战。回想伫旧年啊，2012年12月30日，咱伫台北国父纪念馆啊举办一场祈求世界和平发挥之时啊，啊贵国先师就开始希望以迄场祈求世界和平的愿力啊，来化解替代咱21世纪。咱的世界，吼、哦，第三次的世界大战会当替代。当时真侪信徒大众咧，官员问讲，老师讲真正有第三次世界大战？老早开始啊，以上天的天意啊，甲咱开始，咱只有有心来祈求世界和平。啊，这个世界大战的代志，真紧就到位。结果咧，9/11开始，还未一年咧。啊！即不幸的代志发生，若是发生在咱国家，那嘛是真正痛苦的代志。任何一个所在发生，拢是真正痛苦的代志。那么面对着啊，即叫做战争无战争的代志，另外摆一边。但是啊，咱要求大众时时念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咱时时念佛，啊，咱会当祈求世界和平。安尼咧，咱世界战争减少，然后一个国家的战争，拢是影响着世界的经济；然后一个国家的不幸啊，嘛是影响着咱中华民国的国民的心，甲咱的经济甲安危，拢有影响着。所以，咱要世界和平，咱台湾要安定，咱各国家庭要和谐，吼、哦，咱的身体的健康，咱的有一个安全感。咱也靠大家共同全民一心，咱来念佛祈求世界和平，天灾永息啊！咱今时间的关系，到这一段落，祝福各位。